早前有传林家栋将会加入无线，虽然有关方面已经否认，但问到洪永城如果有新血注入会不会是好事，他就表示新血的立场，我相信每间公司加一些新血是非常之，当然是一件好事啦，有些新的外面的一些 idea管理方法各方面加入公司是一件好事，但是同一时间都要新旧一起融合，不可以全新。另外提到洪永城在香港人在北京里面很多艳福，提到跟陈星如的嘴戏嘴足六个小时，他就澄清就是那场戏我们拍了六个钟头，就是嘴戏嘴了一段时间，一个钟头而已，因为星如呢他的表达能力和说话呢就是那个频率呢就会比较跟大众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大家不太明白他说什么，okay？ 所以呢就是故事就是这样了，是了。